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11集的下半部。这一期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它的一个合体的一个环节了啊。我们从这个本体开始变形好了。首先的话呢，我会建议啊，把这个炮的话呢给拿下来，还有这个龟壳啊，一样的将它给取下来，都取下来。然后呢，这个炮这个部分呢，我是建议把它推到后面去转向啊，转到另外一侧。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一个胸口这个地方转下来。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啊反折进来，让这里呢能够扣得上，到这边扣上，这里是让反折进来，哎，让它能够扣上。然后呢，这个地方压下来啊，头的话呢，这个地方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开。然后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胸口啊这个地方给打开来，打开。这个怎么突然卡了这么紧呢？这里两侧它是一个。互相咬合的啊，哎，把它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动作，把这一块部件从这里翻出来。这是人的一个头的部分，翻上去。翻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里呢，再次的呢，先组合起来。好，然后这块部件这里反折之后，把它给扣进去。头翻到后面之后呢，这里呢是有一块凸的，它就是要扣在刚刚的这个，这里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缝，在这里，到这边，我们把它给。扣上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固定住了啊。因为呢，原本呢这块部件啊，白色部件去扣这个洞的呢，已经折到里头去了。那这个卡扣下来之后呢，就可以把它顺利的扣得更稳一点点。那这个手脚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啊，这个手啊往后面推过去，然后这块部件要记得翻开，到这样，如此的话呢，可以露出这个等下结合的这个部分，露出结合的部分啊。好，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刚刚我们不是有这个武器嘛？它刚这个洞摆在前面，我们把它推到后方去了。那扣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造型，其实两侧不太一样，这边比较外，这边有多一块，里头比较薄，所以我们把这个往外凸的部分呢给弄在朝外侧。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的啊，就把它给扣上去。最后这个胸甲的话呢也是相同的一个对应位置啊，把它扣上去。那最关键还是这里了，白色的凸呢对这个绿色的这个洞。两侧的话呢，都把它给扣上，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胸口应该说肩膀这两侧这个部件的话呢，就达到一个固定了啊。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这个插孔的插槽的话，插的这个凸啊，还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扣的啊，只能说有扣得上，但是呢，如果剧烈活动的话呢，好像还是会滑出来啊。接着我们来变形它的右手啊。右手的话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腿的话呢给解开来啊，从这个地方啊，将这个足部啊给翻出来，变成是机器人的一个样子。从这儿呢，把它给这个尾巴啊，把它给缩进去。这个变形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了。不过这一款啊，它的一个整个关节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偏松的啊，这个地方几乎有点抓不太住，是怎么样？从这，接下来的话呢，这个鲨鱼的部分呢，我从机器人形态来变形好了。机器人形态变过来比较简单了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头给推进去。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是要选择是把它给扣紧的。然后手臂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块一个凸，然后对应这里是有一个凹的，从这把它给扣进去，那就是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还有这里的球形关节。把这个地方呢强行的给做一个结合基本上呢还是能够扣得到了啊，但是由于把弯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去蹭到。我还是那么一句话，这一款这个插槽的部分呢感觉不够深啊，还是有可能会去掉下来的。那这个两腿直接合并就可以了。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它的一个右手臂，那理论上我们是转动一下吧，把看你要喜欢把哪一个东西呢转到外侧。这个时候由于是已经变成手了，所以呢这个脚的话你要怎么放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影响都不大。那等于说呢这一带啊会变成一个手部的一个肘关节，那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把它给扣紧这也是这一款模具的话呢就是变形合体之后啊就比较容易去爆开这个地方就在这个里这个地方，这里尽量去把它给捏紧吧那么这一款这玩具的话整个都是比较偏松的一个手感，也是比较让人家觉得苦恼的一点。手臂装上去好像还是会干涉到影响到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给翻进来好了。这里
翻进来到这边。哎，这个手上很多汗了，这个不要太在意啊。我习惯在录影片之前呢，我会做一点运动啊，把整个车房间的话呢，顺便做个打扫啊什么的啊，让自己这个头脑的话呢会再清楚一点点。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右手臂的一个变形过程。那么左手的变形呢，看似简单啊，但其实它有一个蛮刁钻的一个位置啊。就这个头呢放进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留意到这一块白色的部件，它是尽量能够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啊。因为我们这个头呢一旦放下去之后啊，你去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会去抬，抬它的时候呢，这个里头人物的头啊会跟后面的白色部件它是会靠近的。那如果说你这一块角度呢不够垂直啊，那它可能就会跟头部呢去有一个碰撞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好这一个相对应比较好的一个垂直的位置啊。如果动得好的话呢，你这样动其实它是不会干涉到的，但是这个地方你要稍微去抓一下啊。然后的话呢，手臂的话呢就拳头收进去啊，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孔洞的，它要扣哪呢？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的。那我们就是呢最好是建议啊前后的把它给捏住啊，不要让它给散架。这一款食人鱼的话呢，在整个变形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呢它是需要比较专注度高一点啊，不是说它的一个变形很难呐、而是就是需要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精准度啊，就是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容错率的没有那么好。然后两腿的话呢，在机器人的状态下开始变形的话呢，就只需要做一个合并就可以了。然后腰部的话呢，是应该也是要旋转180度吧，反正就看你要把它装在左手或右手了。那么它的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尾巴的这个部分啊，按照说明书的说法好像是插在侧边这里啊、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一个，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一个做法，是扣这样吧，从这边把它给扣上，然后这个啊保持这个形象如此这般。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在我们把这个胳膊不对，把这个拳头给装上去，左手右手其实也是可以互换了、各位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呢这个食人鱼的所变形成了一个左手的话呢也就算大功告成了。接下来呢是到了一个右脚这个轰鱼确实它是之前球鱼鬼的杀手音效去做一个改模的我一直眼馋呢真的没都看出来那我们先把它的这个附带的这几个武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合并那么合并的时候呢是大概是这个形象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组合。待会的话呢是要合并到身体上面的那第一个变形步骤我会习惯先把这个鸟爪原本杀手鹰是有鸟爪的当然轰鱼是没有的。我们把它翻折下来之后旋转180度然后呢往下垂放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将这个尾巴给往上折。接下来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的这个锁扣这个地方给解开先往下放。往下放下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一个凸它要对应边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所以呢我们就是往下放下来折一个90度然后把这个卡扣的话呢给扣上去。再来的话这个部件呢往下放的时候呢这里有两个结合卡扣一样记得把它给扣上。以及这里呢稍微推一下我们协助我们把这一个部件给翻上来然后内部的话呢是有一个凸跟到那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到这里这个地方 yes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翅膀包过来它的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凸跟这里斜面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边那这个卡扣的话呢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节然后就是把这一块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弄得这么厚一叠这个武器收到这里那么呢最后就是把这个脚掌的部分呢给摊开做一个组合了那这个部件的话呢还是比较稳固一点的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轰鱼呢变形成这个海参合体右腿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来到最后一个左脚它的变形呢我觉得有一点点颠覆了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松开然后呢把这个部件呢往下面反折下来。反折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凸要扣进这两个洞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里的这个双动关节呢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把它给往下
进行一个反折。当然你也可以把两腿松开之后呢再来扣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的。那因为的话呢我们就练习一下你就会了啊，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扣进去。再来的话呢这个两腿的话呢尽量啊这个保持这个部件的话还是一个完整的状态。那后面的话呢在这里啊有一块部件把它给抠出来，这是组合脚掌用的。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啊它其实是一个中间有一个凹槽，我们就是要用这里去扣住这两个凸哦，就这样子把它给算是咬合这样子穿进去啊。这是它大概的一个形态是这个样子，把它给扣进去。那么这个脚的话呢就算 OK 了。那待会的话呢是这个是它的一个底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人的一个上半部啊，这里的话呢是先把后面的这个六根假手假脚呢给往前面放上来，再来的话呢把这一个部件啊这个后面这个脚的部分呢给转到前方来，这里转下来，等于是六根假的这个手先进来，然后后面的这个大脚进来，大脚再进来，大脚的话呢把这个假的脚的话呢给这样，它等于是两侧把它限制在这中间了。最后我们就再用这个手臂啊这个地方呢把它往下面啊把它放下来，那这个就利用这个地方轴啊这个地方这个关节，然后把这个凸跟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等于是所有的这个章鱼的这个脚的部分呢就通通的都被限制啊，就绑在这个区域里头了。然后的话你可以自己调节一下两侧的一个高度啊，如此这般。那这个结合的这个凸啊我已经把它给拿出来了，那最后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再去调节一下啊，调节一下让它的这个你看它又滑出来了，这个感觉不是非常稳固啊，还是可以调节的到位了啊，只是说你要稍微去练习一下。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那最后的这个组合这个脚啊，我刚漏了一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为什么要附带四个这个后足四个拳头，是因为它的这个脚啊为了方便的话呢我们能够站得更稳，所以它多附了这个脚后跟，那我们可以把它给扣在后面啊，这样子它的一个脚的一个站立的话呢就会更加的一个稳固一点点。然后的话这是刚刚啊漏掉了这个部分，我的话呢也把它给组合上去好了啊。好，这边到这里，如此一来的话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四肢的部分呢，这两条腿两只胳膊这样子过来，那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本体，那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它最后的一个组合了。最后的拼装过程啊，这个手脚的组合的话呢也不用多提了，就一个卡扣扣上去而已。那么呢这个有网友呢给我说啊，这个应该是官方这个自坎白呢沃时代呢所创造的这一些什么飞行太保啊、汽车大师啊、军事合体啊、守护神啊、计算王啊这些海鲜合体啊、球鱼鬼，这不不不一大堆的这些模具里头呢，这个应该是最这一款这个海神波塞冬应该是最后的残余价值了好像是说呢假设我们这个坎白诺时代呢是所谓的这个官方合体金刚的假设是所谓的 1.0 世代，那明年开始除了这个目前泰坦级的大力神还有这个冲云霄之外的这些就是大概是这四个低配一个 V 的这个 Commander War 时代以来的这几个合体，好像从明年开始就会有所谓的 2.0 世代出现。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作为是应该也是确实应该也是最后的残余价值了那我对它的感觉怎么样呢？我必须要说啊，它的一个单独的兽形呢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然后人机器人单独的小人形是我最不喜欢的，可是它的一个大合体之后的话呢，我可以给他很高分也可以给他很低分。我现在很低分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有着这个官方合体玩具的通病，就是过于的一个松散，包括这一款的话特别的夸张它本身做工就不是很好，它本身有些零件很松看到我前面这一段第三条腿不是我的第三条腿，是他的这个第三条腿，我故意把这个长枪呢给他放着抵在前面我怕它往前倒了然后它的一个往后虽然说后方的话呢是有这个多了一块支撑，但其实它的一个支撑力度是非常之有限的
加上它的这个髋部这个地方啊，还有这个外白内收的这块位置啊，都是偏松的。那单体的话呢，是以右手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原本这个鲨鱼的这个部分呢、啊，本身卡扣呢，这个地方一旦扣不紧啊，上面这个膝盖的后面这个凸子容易去跑出来啊。那你稍微去转一下，很可能他这个手啊这一带的就关节就会去裂开啊，非常非常的不爽啊。然后武器的话呢是扣在手指的这个洞啊，所以这个武器的话呢就是安插在上去了。但是呢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啊非常没有这个支持力度啊，所以稍微碰一下，这个剑基本上就是会一直晃一直晃啊，你把它当成诸葛亮的扇子了。那么呢这个枪的话呢是把一些小配件都给配上去，那佩戴的多余的这些武器啊，你都可以在身上的插孔处呢去找到一个安置的一个位置。背包的话是绝对是漂亮的，是整个是平的，几乎是完美的一个背包啊。后面这个枪的话你要把它再拉长啊也是没有问题的，看你个人那个偏好了。那后面的一个臀部啊，整个的啊线条都很好看。那么背后的配色比较单调，偏白。那讲到配色的话呢，我就不得不提，这也是刚我提的都是它的一个人形象的一个扣分，关节的松弛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良的一个点。但是呢我必须说它的造型啊，它的造型颇有这个头盔，其实有一点武将风格、哦、我不知道各位你是怎么看啊。再来就是它的一个有一个 fantasy 的感觉，就是所谓一个奇幻风格的感觉，这个兽形的头啊，还有像是海神波塞顿的一个闪塔戟啊，然后这个尖利的这个脚爪这些的，以及我觉得它最成功的，虽然在人形下单体人形下很糟糕的像白蜡烛一样的配色，但是呢在这个大合体之后啊，我不得不提，其实它的整体的配色切割起来其实很好看，至少以我的审美观点来看啊，如果你要说胡夫奇这个审美观点是非常有问题的，那我没话讲啊。那个没有，我的审美有问题你也看了1000多集了对不对？这个的话呢，它的一个白绿还有这个金色的点缀，整个分配下来啊，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它有一种非常奇妙的魔力啊，我必须要说这个是让我对这个玩具呢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厌恶，没有那么样讨厌的最主要原因，居然是因为它的合体我觉得好看啊，非常非常难得。虽然它有很多的松垮，但是你只要把这个枪的这一段把它给加上去的话，这样子当成是一个支架啊，顶住的话，其实它的造型真的不难看。那总体来说的话呢，他们单体的兽形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五个玩具呢都是兽形态的话，都是海鲜拼盘的话呢，我觉得挺好看的。再来它的合体呢是一半一半啊，有好有坏。最糟糕的呢是它的单体机械的变形啊，几乎都是半吊子啊，背包的背包，空洞的空洞，松动的松动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怎么样。那总体来说的话呢，如果价格低到一个你能接受的范围，其实这一款算了，这个价格还是最终问题，价格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吧。那我只能说呢，它的价格是有往下掉了了啊、哦、那最后你入不入这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偏好。那我的话呢就想说呢，既然已经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就利用这一集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感谢各位耐心的将它看完。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